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26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接着把传奇级的玩具的持续更新，它是电影第一集的 Legion Class Barricade。Barricade 活了很久啊，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，比一般的 Legion 级的玩具呢，可能个头会再高一点，因为它的腿部呢，一共有分成了三个部分，大腿、小腿还有脚掌。它的脚掌呢，并没有做出 Barricade 有一个非常标志的一个凸出来的尖刺。涂出来这个尖刺啊，在电影前三集的造型，包括到第五集都有啊。但这款Legion级的话呢，没有。可是呢，它的手臂这个长长的尖出来的一个肩膀轮胎在这里，还有后方竖起来的这个像是翅膀，其实是车子的一个侧门啊。这个的话呢，都非常还原到 Barricade 的一个样子。面雕的话呢，真的以一个Legion级的玩具来说，这个头雕可以说是非常的邪恶，很精致了啊。手臂的话呢，爪子的部分呢也有一个紫色的涂装，身形的话呢可以说很还原到电影里头的一个形象，那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狂派啊。然后背后的话呢，也真的就完全不逊色于第一集的一个身形了啊。钢琴盔也非常的漂亮，可动的话呢，头无法转动，只能够上下动。然后手臂360度的转动，变形的时候呢需要转动啊，整条手呢就是一个造型了。脚的话呢前后踢啊，膝盖的话呢因为可以变形的关系，可以有一个折叠的一个感觉，信仰之钥。然后脚掌的话呢，因为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啊，所以也有不错的一个接地的一个表现。那么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这个头的话呢扣下去啊，脚翻起来，那么呢把这个脚的话呢，这里脚掌翻下去，翻下去，啊，两个脚的话先做个简单的合并，推下来一个稍微斜一个角度，这样子过来，啊，整团是黑的啊，这个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。然后呢，把它给收纳到这个，它这个脚啊，记得把它压到警示灯的下方，警示灯的下方，好，然后再往前面推，这样的话呢，上面才会密合。那这个手臂的话呢，是要做一个，这个是胳膊是要前后做一个对调的。你看这个手臂啊，这个从侧边收进来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像这个 Barricade 的一个玩具？从 Deluxe 等级呢到那 Human Alliance 的等级呢，通常都是这种变形的一个模式。那这个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形态，滚动性的话也是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上方的铆钉，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狂派的标志。那钢琴黑的一个质感啊，非常的好 ，Please 玻璃是大人的一个英文，也在上面非常清晰的印出来。它的前面的这个防撞杆还是可以往下掰一点点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吧，里头可以藏个迷乱嘛，啊，当然是我自己想多了啊。它是稍微能动一下，那应该是机械的时候呢，可以稍微去调整一下造型。好，那总而言之的话呢，是一款非常精美的、精致的一款 Legion Class 的玩具。那还有很多啊，会持续给大家做一个更新。那这一期的话呢，就让我水一下了啊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